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经文第三段，记赞分第三小段，圣慧菩萨记诵，我们还是从第六首啊念起啊。譬如暗中宝，无灯不可见。佛法无人说，虽会莫能了。昨天我们将这首偈里面的暗、宝、灯、见做了简单的介绍。暗就是迷惑，我们迷了自信。宝就是信，信心。现在呢，已经迷失了。为什么把心性称之为宝？世间人对于宝物了看得很重，因为有了宝啊，就代表你拥有财富了。有财富啊，那么你一切物质上的问题啊，都能够解决了啊，所以把它称之为宝。可是还有比物质问题更重要的，精神生活，还有更重要的。利苦得乐啊，网上还有更重要的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中国禅宗里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个课题重要啊！啊，但是世人真的迷了，迷了之后啊，不能看到真宝。啊，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，这眼光短浅了。啊，看到这一生，啊，如何享受物质生活？物质生活拥有了，他并不快乐。我们在这个世间看到许多大富大贵啊，大富拥有亿万财富的，他富而不乐，他的日子过得很苦，每一天晚上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啊，安眠药是麻醉剂，他要不把他的
脑神经麻醉呀，他就睡不着觉啊。你说多痛苦啊！贵是有很崇高的地位，有权势，也是贵而不乐。啊，人到这个世界来，是不是就是为了享这一点富贵，而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？人是不是会这样的？人要是为这个目标而生活的，生活有什么意义？这个值得我们反思的。啊，应当要深深的去反省，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的？啊，佛说得好，佛说是我们芸芸众生六道凡夫啊。你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的？你为什么来的？啊，佛只讲了四个字：人生愁业。啊，人这一生呢，愁是愁肠，业是业报啊。你过去造的善业，你这一生来享福；你过去造的恶业，你这一生来受罪。啊，是享福是受罪呀，是你命里注定的，不是别人注定的。是你自己给自己注定的啊，你过去生中造的吗？啊，这是因果的道理啊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。现在还没报，那是什么呢？所谓的时辰未到，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。啊，那么这是佛法里常讲的十界因缘。啊，任何一个人，生生世世啊，没有完全造恶的，也没有完全造善的，啊，总是善恶掺杂着。那哪一种先受报呢？看业力。啊，你过去生中造的有善有恶，善的力量强，先享福，后受罪；善的力量弱，先受罪，后享福。这些因果的强者先报，这佛在经上说的啊，力量强的先报啊，啊，所以还是自己的事情。过去我造的善，善的力量很强，这一生当中啊，就先享福，福享完了，享尽了。不善的果报现前了啊！过去造的恶业很重，你生下来受苦，要受难，苦难受尽了，所以是苦尽甘来呀！啊，这个善的报啊，现前。这个叫续命啊！啊，但是佛法不是续命论啊！佛法告诉我们，命是你自己造的，所以你自己可以改
啊，这个改要靠智慧，智慧要靠缘，这就三因佛性里面讲了，正因是本来有的，啊，得有了因，了因是智慧，有能力辨别善恶是非真妄，啊，你有这个能力，这叫智慧呀。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真妄啊，那叫迷惑。啊，智慧是在讲，也是从正因佛性生的。啊，但是它需要缘。啊，缘就是需要助缘。助缘里面第一个要善友。我们一般讲呢，要有好的老师指导你。啊，帮助你破迷开悟。啊，还要有好的同参道友。常常在一起互相勉励，互相警策，这才能回到里头啊，还得要人事环境外面的自然环境啊，这我们就讲的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啊，实在讲没有一样不好啊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，你有智慧没有一样不好，没有智慧呀，可以说没有一样对你是有好处的，这才知道啊，智慧是宝啊！啊，暗中宝是佛性呐、啊，佛性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外头。这个智慧帮助我们离苦得乐，帮助我们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啊，这都要靠智慧 啊。那么这个句子里头把这个灯就代表了智慧啊，照见嘛。啊，那在我们佛门里面说，善友是智慧。啊，佛门称善友是老师。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称老师为善友，称菩萨为仁者。啊，仁慈的人，就是大慈大悲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通常我们一般人只知道对观世音菩萨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其实大慈大悲每一位菩萨共同的尊称啊，佛经里头佛也常常称菩萨为仁者啊，这些名相也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
啊，称菩萨是梵语，称人者是菩萨义理里面的精髓。我们听到之后，应当要认真的学习。为什么呢？自信里头本来具足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，这迷失了，要把它找回来。四句偈，前面两句是比喻，后面两句是法祸。所以佛法无人数，佛法是宝。佛法是自信的佛法。佛是觉的意思，法就是万法。对于万法呢，觉而不迷，这就叫佛法。迷而不觉，就叫世间法。法没有迷悟，人有迷悟。法没有迷悟。但是这一些法呢，它会随着正报转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大乘经里常讲啊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正报是什么呢？正报是心啊，是念头啊。我们讲的是意念，这是正报。我们心意善，那相貌就变了，相貌就变得很善，所以说相随心转。看相算命的人常说，一个人40岁之前的相貌，是你过去生中业报变现出来的，带着过去生中啊。40以后的相貌呢，不是叫后天，是你这一生心行的善恶所感得的。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。40岁以前先天成分多，后天成分少。40以后先天成分少，后天成分多。所以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，生活环境还是随心转。所以佛才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那我们要多想一想，我们起心动念是为自己的多，还是为别人的多？
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好事啊，为自己就不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是自己性识里头变现出来的啊，这个要有相当觉悟的人他才懂，自他不二啊，向别人真正利益自己啊。啊，想自己是损害自己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佛给我们说的是再清楚都没有了。啊，谁是自己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诸佛如来承认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的清净法身啊。为什么说清净？因为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啊，真的是清净法身。啊，凡夫迷失了自信，不知道虚空法界是自己，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自己，不知道芸芸众生是自己，于是跟他们产生了对立，产生了毛病，产生了冲突。自己害自己啊！啊，那这就造恶业了。啊，恶业的果报，三途地狱啊！啊，三途地狱真叫冤枉受了。啊，所以因果的道理。因果的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！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中国五千年来几个人不重视因果，啊，翻开历史几乎找不到啊！啊，因果从哪里来的？从意念不觉那个时候产生的。意念不觉，宇宙就产生了，可以说它跟宇宙同时产生。永远不消失啊！所以佛法讲啊，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！啊，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能不留意啊！凡夫没有智慧，事出世间慎行给我们一个标准啊，这个标准在中国就是伦理道德啊，在佛法里面
三规十善戒律啊，这个标准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别人制定叫我们遵守的，啊，真正圣贤人，真正佛菩萨，绝不会牵着人鼻子走。啊，事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都希望成就别人，顶天立地呀。诸佛希望一切众生早日成佛，啊，给他达到同样的境界，啊，这是佛的心，这是佛的愿望。啊，所以佛心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没有高下的。啊，没有染污是清净的，没有迷惑是智慧，没有自私自利是慈悲。这是真心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啊，是差别，这大乘教里常讲，这是迷悟的差别。啊，悟了，性德了，完全显现；迷了的时候，它统统变质。啊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，知道自己这一生当中学的是什么。啊，所以这种学问叫慎学。啊，佛法称为佛学，佛跟中国人称圣非常接近，啊，那么学佛就学做圣人，学做贤人，学做佛菩萨，这就对了，啊，这才能真正的是自度度他，啊，自己没有得度，就不能够度他。啊，这是教导我们，要度他呢，先自度。弘法如是，护法也如是，没有例外。三因佛性，我们要注重原因。啊，原因是我们现在讲的机遇，你的机会，你的遭遇。啊，遇到了呢，你就要能够抓住。啊，你能够认识机遇是智慧，你能够掌握机遇是智慧，在这个机遇当中帮助你成就了。
啊，世间人讲求福，哪一个不想求福报？啊，哪个地方福报最大呢？我懂，从前说佛门福报最大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造塔、建寺，功德大了，带给你大福报。啊，那现在呢？我们也建塔，啊，也来建寺，功德能不能跟古人比呢？不能比。古人建寺，你所享受的是人天福报；现在建寺，福报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建寺？建寺是安身呐，帮助这些出家人清修啊。帮助这些出家人觉悟啊，帮助这些出家人正果啊，所以你的功德就大了啊。如果现在寺建得很大，里面要没有真正修行人，功德就小了啊。如果不但没有修行人呢，而且这里头都是争名夺利的人，那你就造罪业了啊。所以建寺福报大小要看这个寺产生功能的大小。这个寺庙里能出一个祖师大德，那真有功德。啊，这个出家众的道场，在家众的道场都不例外。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轻视在家众的道场。啊，古往今来的莲社、居士林，在家中的道场啊，啊，真有高人呐！啊，佛陀在世，维摩居士。古佛再来，示现居士身，再加佛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比丘身，出家佛，那个时代，世间是两尊佛出世啊。我们看维摩经上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去见维摩居士，听维摩居士讲经说法啊，见居士的时候也是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对维摩居士跟对释迦牟尼佛的礼节完全相同啊！
啊，这就是过去欧阳靖无居士所说的佛法是师道啊。啊，师道里面在教学老师第一道，舍利弗目犍连虽然是比丘的身份，接受维摩居士教诲，维摩居士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要行师生之礼啊，礼不可舍了。啊，虽然你是三宝之一，啊，僧宝，但是不是在讲堂的时候，维摩居士对这个僧团里面僧宝，他非常恭敬的。啊，但是在授课的时候，他是老师。正如同中国古代的帝王，啊，帝王的儿女，啊，这些太子、公主，啊，在学堂里念书的时候，对老师要行跪拜礼，拜老师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帝王在过去啊，在学校里见到孔老夫子的神位、孔老夫子的画像，他行跪拜礼，拜老师。但是不是在学校的，老师见到帝王行君臣礼。啊，以最敬礼拜皇上啊！啊，皇上在课堂时对老师也行最敬礼啊！啊，你看，在从前古人怎么样教人孝顺父母？怎样教人呢？奉事师长。孝亲尊师啊，帝王带头做啊，皇室带头做啊，上行下效啊，才成养成了社会上良好的风气啊，人人知道啊，尊重老师，人人知道啊，尊重啊，学术，尊重德行，社会当然安定，世界当然太平。所以不要以为这是小节啊，是小事，对于整个社会安定和平它有重大的作用啊。那我们今天社会动乱，就是这些小节没有了啊，大家认为这个不重要啊，可是社会之动乱呢，每个人担忧，
不知道这个动乱的根源在哪里。啊，古人讲得好，他说：“道设了，而后有德，德来代替。”啊，德设掉之后，而后有人。人失掉之后，而后有义；义失掉之后，还有礼；礼要失掉之后，天下大乱了。啊，乃在佛法里面，行道是化身菩萨，行道啊。是最高的 啊，完全是信德的流露啊，道设而后有德了啊，在佛法里面四圣法界就信德，它与道相应。啊，得时候失掉之后有人，在六道里头，天道仁慈啊！啊，佛常常给我们介绍天道，啊，天人修上品十善，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。这天道啊，天人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人心、人心啊，人家仁慈博爱呀、啊，啊，思想言行。都不离仁慈博爱，这个人将来是天道的啊！人失掉之后，这有义，叫人间啊！义是什么呢？古德讲循礼为之义啊，用通俗的话来讲，他的思想言行如理如法啊，世俗所谓合情合理合法，这是义啊。意识掉之后，这是离了，礼尚往来，你就晓得义以上，只有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啊，道德仁义只有付出，没有回报的，不求回报的。但是礼呢，礼讲回报。啊，礼尚往来。啊，礼没有了啊，这社会就动乱了。啊，礼是个底线，这底线没了，这乱世啊。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。这一生当中怎么度自己，怎么帮助别人啊，至少啊要学理，要学义，要学人
别人不做，我做啊，从我做起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那社会大众都不做，我做是不是会吃亏呢？表面上好像是吃一点亏，而实际上啊，你占尽了便宜。你是真正在修福，在积功累德了。啊，要知道，人道的寿命短促啊，啊，一百年。说起来好像很长，其实真正感触到的是刹那之间的。啊，前几天同学们陪同我啊，到金牛镇去访问，那个地方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找到了我3岁离开出生地，搬到顺港，今年回去再看看，整整80年了。啊，回忆80年呢，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啊。你说人的寿命是多么短促。80年不容易啊！啊，顺港儿童时代的玩伴一个都没有了。啊，到金牛镇还遇到一个老人，跟我同年，住在一个村子上。啊，现在是不记得了，但是可以肯定，啊，当年在一起玩耍了，那肯定的嘛。他长大之后，啊，在我们村里面所做工，啊，一生没有离开这个地方。这是语言不相同啊，我们一生流露在国外啊，真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啊。他在家乡没有动啊，是过着了安定的生活啊，所以这样想到人生苦短，然后就想到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啊，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？活在这个世界，目的何在？意义何在？价值何在？你总是想清楚啊！啊，学佛之后，从经教里面。我们明白了，学佛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啊，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造恶业，
啊，要知道利用这个机会，积功累德了。念佛同修都晓得，我们有个愿望，求生净土，积功累德可以提升自己的品位。灵性保证我们决定的生啊，那这一生呢，真的没有白过了啊，业障要消啊，要真正忏悔。真正忏悔不是痛哭流涕，痛哭流涕算得上忏悔吗？不见得。痛哭流涕是感动啊，真正忏悔是什么呢？后不再造，这真忏悔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教我啊，忏悔就是儒家所讲的不贰过啊，过失只有一次，以后不重犯这个同样的过失，这叫真忏悔啊。啊，天天反省，这是觉悟。啊，反省什么呢？我今天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过失？善恶的标准，最低的标准是《弟子规》啊，那是基础的基础。感应篇是善业。这是我们反省的标准呐、啊。我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与善相应还是与不善相应？啊，与善相应的好，明天还要保持；与不善相应的话呢，明天要改过来。啊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渐渐的远离不善行啊，增长啊善心善行啊。古人用功很认真啊，他每天记录，这个记录叫功过格啊，善就有功啊，不善就有过啊。啊，每一天记自己的功，记自己的过。啊，明清两代的读书人，很多人用这个方法，连出家人呢也不例外。啊，出家人里面用功过格啊。这大家都知道的莲池大师啊，莲池大师天天反省的，他不叫功过格，他换了个名词叫自知录。你们看莲池大师全集里面有一篇叫自知录，那是大师每一天反省的啊，用这个方法了，认真的改过自新了啊，这是真忏悔法。
啊，做得很具体，很踏实。廉耻偶业不是凡人的，我们没有开悟，没证果，不知道他本来面目啊！啊，视线是个比丘相。啊，成为晋宗一代祖师，佛家讲本极，啊，所示现的是极相，那他的本，佛菩萨再来。啊，做出这个样子是做给我们看的，教导我们的。我们要真正学着改过自新，就得用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有效啊。啊，这些年袁了凡先生家庭私讯流传得很广，啊，这个小册子是印光法师带头推动的，